玉山登山口在昨天有民众遭到落石击中头部，一名林姓登山客在徒步约五分钟之后，突然遭到大约10×15公分的落石砸中头部，并且跌倒，当场血流如注。整个过程被登山客随身携带的密录器拍下来。虽然意识很清楚，没有头晕的感觉，不过在立即止血之后，还是决定要先原地折返送医急救。